哎呀呀，地板上这一块绿色草地看起来很好吃哦，把它拔起来，塞进嘴巴里面，啊呀呀呀呀呀！哎、欸，这还有树木哎，这个树木也可以把它拔起来吃掉吗？我们这样吃越多方块就可以长越大嘛。来，我要把这棵树拔掉，挥唰！哎，我只有拔到这个树根而已呢。我有这个树木感觉味道不错呢，嘎嘣脆的。然后我要把这个树叶全部吃干净，我们不能够浪费食物啊！我要把它全都拔起来吃掉。哎，啊，这怎么拔不起来啊？我只能够拔这一块树木哦。这树木可以加三呢，哇，这个拔不起来啊！我想要吃这个树叶，看来我们不是全部都可以拔呢。哦，有啦有啦，这最顶端的那个针叶丛被我拔起来了，我连那个草地下面的石砖都拔起来吃掉了呢。嗯，非常的美味。哎呦，这培根你要干嘛？它按一键可以投掷哎，我们来丢丢看好不好？我们来丢这个培根，按一键投掷，啪啦！哇，就没有砸到它。哇，丢他石头！哎、欸，这个丢的准度好烂哦。算了，我还是这样自己吃好了。哦，对哈，刚不是有那个新的地图出现的，我们就来吃吃看这个柱子吧。这柱子看起来是可以把它拔下来吃掉的哦。但我们大小要够大才可以把它拔起来。喂，拔这一块，拔这一块。哇、哦，有了有了，上面有那个金字塔被人家拆掉了。来，我们再来吃这一块。我们这样全部拔下来，会不会倒下来啊？已经失去两个支点了哦。好像在吃这个姜饼屋哦，我还蛮喜欢这样的吃法的。哦，喵喵喵喵喵喵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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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你要跟我一起吃这一块吗？他好像拿这个方块来丢我哎，哎、欸，不要伤害我啦！我现在还没有什么那个战斗力，不想跟你打架哦。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这东西都拆掉。会笑哇，这样就吃到最大了。好啦，那我把这个东西卖掉好了。它、啊、这个花方块之后可以升到最大尺寸，而且有人居然有丢我。我现在最大尺寸可以到640。哇，不要丢人家啦！你们在战斗干嘛？干嘛丢我啊？我要躲到这个后面了，你们自己慢慢玩啊。我要把这个地图上全部的土怪吃掉，希望他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血量可以增加。哇，果然大只的就是强啊！你们就慢慢自己内耗内斗吧。我要增加我自己的那个大小了，把这一整块土地都吃掉。哎，对，我是忘记做开场白啊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反正你们看这个游戏就知道我在玩什么啦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地图上的几乎所有东西全都扒起来吃掉。所以你要给这个游戏取名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哎呦，他居然对我丢超大土块哎，怎样啦？我又没有惹你，你去跟其他玩家玩啊。而且你只要长得越大只哦，你就可以怎么讲？你就可以造成更多的伤害。你在丢方块的时候啊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怎么突然跑出一只狐狸？哎，居然还丢我东西耶！喂，你是太无聊太闲哦。来啊，来打架啊！哇啊，就没有丢到他。来啊，这是臭狗狗。哇，他丢完之后就跑掉了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人在。丢那个大方块对我们那个进行攻击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就跟他 PK 啊。我要在我那个大小还没有长起来之前，我才不会跟你们内斗嘞。这样打我一定会输掉的。哎、欸，但是在成长之前呢，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把这个房子拆掉。好了，现在黑色柱子都被我拆光光了，剩下这个黄色方块。哇，他这开始倒下了。哎、欸，但他怎么没有倒得干净一点呢？是中间这个柱子惹到你了？来，这个柱子把它拆掉。哎、欸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旁边这个也拆掉。哎、欸，我挖地板的时候，它跑出一个方块呢，这是不是可以捡的、啊？有了喽，捡到东西可以获得60个免费方块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把它卖掉，就可以获得一些金币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嘛！玩这游戏并不是只有吃东西跟丢人而已哦，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，再扒掉这一块，要倒了吗？要倒了吗？哇，好兴奋啊！我们这样子都已经那个用这么久，居然都还没有倒下来，在倒数20秒这个地方就要重置了。哇，才倒一半而已啊，来不及来不及，那我用丢的好了，直接把它砸断。哇，快给我倒下来呀、啊！哇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、啊，各位，他现在已经要换下一张地图了。No， 不要换啦，我还没有玩完呢。好啦，下一张地图呢，则是 Roblox 大楼。还有一间小音乐呢，好好好，这个我们要来玩，这个我们要来玩，耶、yeah, ！开始吃大楼喽，先从地基开始吃，
如果那个要人帮忙的话，我们这样吃得更快啊！你看我可以用炸的哦，要是炸也可以获得这个方块的分数，那就好啦。哎、欸，可以哎，他是怎么获得的、啊？是因为我把这个方块砸掉之后，刚好出现这个方块啦，不然的话不会这么顺利哦。哇，好吃好吃！那再还有一些 Robux 道具哦，就是我们可以买这机器人吃掉加玩家，但这650啊实在太贵了。但我们可以购买6万方块的啊，6万方块哦，我们要不要来买买看？70卡币600方块，这个好像蛮赚的耶。哟吼，来提升最大尺寸、步行速度还有大小倍增器哦。大小倍增器这个蛮贵的呢，需要13万呢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剩下的东西花一花，还有步行速度全部都升到最大。哇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吃的越大越来越快了吼。有了有了，感觉到倍数有增加。啊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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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不要吃土地了啦，我要吃的是大楼。把这个窗户拔下来，一次加32，哇，这才是我要的正确吃法嘛！我们这样变大之后就可以挑战那一个狐狸女孩了。她刚刚居然敢丢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血食！哎呦，发现好玩的东西了，大房子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啦！把它的屋顶扒下来吃掉，耶嘿！还有这个屋子的地基，我们现在咬一口，大小已经是增加100到200的那个方块了哦，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很强的自武器玩家啦。我看第一名是，哎，第一名是我，然后刚不是有一个几万分的吗？为什么人不见了？我都变这么大只哦，他现在把东西卖掉了啦，他把自己的大小重置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对他进行攻击啊，好可惜呀、啊。但我们现在那个，因为成长速度应该算是比他快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挑战他喽。啊喵喵喵喵，好吃！还有人在捡我的房子围剿来吃呢，你怎么可以吃我的血血，对吧？这是我看到的房子，怎么可以分给你呢？话说我可以丢他吗？我这样子真的丢得到人吗？哎，好像可以呢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再丢丢看他。哎，卖照卖照，咚！但这个大小实在不好砸人呐、啊。啊！你为什么要跑？躲在树后面，我就看不见你了吗？我们只要抓好距离是可以丢到人的、哦，但这个大小不太好操控。再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差不多这个距离。好，丢它！哇！哇，这个巨石伤害好高啊！哇！现在换我来挑战中间的人了。端端端端端，最大只的巨人来丢石头咯！当！他没有砸飞嘞，咔枪，哇啊！这大小不好丢呢。他只要那个走到别人面前，我就丢不到他。然后我们走远一点，走远一点，然后再丢他。喂，哇！哦，是因为时间到了，进入下一张地图哦。好可惜，我没有把它宰掉。哎，这是张地图哎，来来来，来玩来玩。我们把这个大型的地图扒起来，来啊！你刚不是想要跟我 PK 吗？来玩来玩啊，他变小蜘蛛真的好难砸哦，那他自己飞出去了，笑死我了，可以这样子哦。好了，我要变小蜘蛛，点击已出售。好了，现在我就变小蜘蛛了。啊喵喵喵喵，这样变小蜘蛛就可以跟他 PK 了吧，对不对？但现在大小还不是很高哦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他想要攻击我，他想要攻击我。小蜘蛛的 PK 数，喂，嘡嘡。哎、欸，这样砸不到人啊，他实在太大只了，我、哦、不是太小只也砸不到人哦。哇！竟然是小朋友在丢雪球。哎、欸，没有错，砸他砸他。哇，这游戏感觉好像蛮好玩的。哎呦哎呦呦，吃一点方块让自己变得更大只一点，不然被砸到一次了。哎呦哎呦呦。哎、欸，我有一个培根小弟耶，去砸他。哎、欸，我再吃大只一点哦，这样子血量就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先不要管他。啊，你砸不到我的啦！虽然我变得比较大只吼，但、欸、你的力量实在太小了。耶、yeah, ，在这时候砸他！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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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砸到，没有砸到人。哎、欸，等他露出破绽的时候，我们再攻击。来啊，把土地啊，把血线再切开！哇，有没有找到破绽？再丢一下。他那个拔土地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啊，等他拔的时候再丢。会现在，哇，再丢一下，有没有？我找到这个游戏的精髓了，来丢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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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丢，哇，就往上丢的时候没办法哎、欸，
我们就这样靠近他吧，他现在很想远离我啊。就打赢了、欸，打赢居然有紫色方块，哇！而且我现在有19万分呢、欸，19万分可以怎么样？不行，我再变得更小只。耶、yeah, ，打赢战斗咯死掉之后所有方块会不见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好像是这个样子呢。我刚刚没有注意看，所以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就提升我们的最大尺寸吧。我们刚刚你造极限是27000嘛，这样子会很容易输给别人哦。哎、欸，你也想要变大只哦？上次没有时间把这个柱子拆掉，但现在我们有了。来拆这一块咯，把所有东西玩一玩一玩。啊，怎么是小狗躲在这个里面？他挖了一个大洞之后就完全不动了，躲在里面慢慢长大吗？那我要把你上面这个房子拆掉，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哎、欸，这是玩家吗？有一只紫色小猫猫哎，这不是 Puppy Playtime 里面的新角色？哦，这是玩家啦，我还以为他是那个什么嘞。好啦，你不要再挣扎了啦，你的速度没办法比我更快的啦。你再怎么挣扎都没有用的。哎、欸，我把所有柱子都拆掉，它居然没有掉下来哎，这不符合科学吧？你有没有看见？它已经没有任何支撑点了哦。啊，这个人好像是台湾人哎，他上面有写一个 TW， 好看他底下讲什么。黑乐本人，不是，我是假的，我是假黑乐。虽然这游戏就是 Roblox 游戏，很多人假扮黑乐呐，然后跟人家拿免费的塔防啊、角色啊，或者是跟人家白嫖什么东西，大家不要相信哦。黑乐只有这个角色，然后只有 HEYLERVT 哦，有一个小老鼠剑的，这个才是正确的哦，让你们看清楚，不要被人家骗了。而且我才不会跟别人要东西嘞。好啦好啦，你今天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本人的嘛，你会出现在我今天影片哦。包括被我用土块砸死的那一段也会出现在影片里面。希望你不要生气啊。毕竟让观众看得开心也是我的责任嘛。好啦，总之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点左一个左下角的喜欢，请去跟踪影片动态。那我们下次 Roblox 游戏再见喽！拜拜。